你们以后都可以叫我乖子。保你个头，乘以今天的4.98。总之非常非常感谢你们，无论是在路边的路演舞台，还是在看不见我的屏幕后面，还是在这个没有升降台的地方，或者在任何地方，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喝酒周深，谢谢你们愿意照亮我，你们都是我的光亮。7月27日，本周六的19:30，周深武汉演唱会在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。今晚周深武汉站演唱会就开唱了，抢到武汉票的米子们准备好了吗？工作室发了详细的观影攻略，要去现场的米子可以参考一下。27日的武汉场正值周深出道10周年的日子。2014年7月25日出道的周深，已经走过了10年的光阴，经历过低谷，也有过没工作的日子。但踏过荆棘的他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玫瑰园。歌迷们欢呼庆祝周深出道10周年，而周深却反过来祝自己的粉丝生米生日快乐。因为随着他出道而诞生的生米们，也在7月25日迎来了自己的10岁生日。为了庆祝生米的生日，周深给粉丝抽奖，送他们精心设计的充满纪念意义的台历，还在每一场演唱会都增加充满趣味的小彩蛋，让每一场演唱会都成为独一无二的限定场。这样浪漫的小心思，不愧是有着艺术家人格的 ISFP 啊。场馆内，周深还为每个观众都准备了伴手礼。武汉的伴手礼有清凉贴、小扇子、手写信、趣闻贴，还有武汉特色的小礼品，是送给观众的小惊喜。
6日下午，周深在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进行试音和带妆彩排，许多已在武汉的歌迷都来到了体育场，在场外听周深彩排。今年的武汉尤其炎热，下午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能达到50多度，大量聚集在场馆外听彩排的歌迷让体育场附近的空气更加闷热。周深担心粉丝中暑，便让经纪人和助理为场外听彩排的粉丝送去了矿泉水和藿香正气，还有盒装的防暑药，非常贴心。如果一会儿谁要是不舒服什么的，大家帮着均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然后大家尽快回家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好，大家都到了，别乱了。天气异常炎热，周深的歌迷们也不愿意离去，而是在场外坚持等待听周深彩排。随着彩排的进行，来听歌的歌迷越来越多。幸好天色渐晚，气温也逐渐下降。傍晚时分约7点左右，周深开始了带妆全程彩排，场外的歌迷也更加激动，有的歌迷为不能到现场的朋友开启了直播，直播间瞬间涌入30多万人，大家一起云听彩排。场外歌迷还会很捧场的欢呼尖叫，周深也能听到大家的欢呼，还会回应场外的歌迷说谢谢他们，让他们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。彩排就有这么多人听，也难怪周深的演唱会场场秒售罄，很多歌迷连票的影子都没看到过，只能在演唱会看到家门口的时候在场外听听过个瘾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音乐的盛宴，感受周深带来的音乐魅力。